明天就要放假了，那下班后要干嘛呢？没错，今晚下班要跟大家吵个病变狗。哎，什么是病变狗呢？没错，以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打乒乓。乒乓在双方激烈的攻防战中，用吼叫或大力跺脚来震慑对方，叫声非凡，气势浩大，将累积一周浓稠的体液，也就是身上的汗水给宣泄掉。不管男女、夫妻或同事，双方一来一往的前后突刺，彼此嘿咻嘿咻的汗如雨下，成为节奏上的主人。激战完后回家躺在床上，也便可睡上一个好懒觉。看到这里，你是不是对于病变狗的运动有很大的兴趣啊？快标注你身旁的朋友，今晚我们大家就来抄个病变狗吧。关注我，控制室，观察你的新知识。我们下次见。